凯莉，我要一杯狗头饮料。好的，加一份狗头。我还要加滑稽表情包。好，再加一份滑稽表情包。好了，滑稽狗头饮料完成。白雪，给你。喵喵喵，真好喝。凯莉，我想要一份白马公主奶茶。白马公主奶茶完成了，给你，小野。喵喵喵，哇，太好喝了！我要告诉大家，让大家都来买凯莉的奶茶。卖奶茶喽！凯莉，我要奶茶。安娜，你想要什么奶茶？我想要斗罗大陆三拼爸爸奶茶。这怎么做呀？你不会做吗？我试试。斗罗大陆三拼爸爸奶茶最少要三种材料吧？有了，我先加一个唐三。我不要唐三，我要武魂殿的人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加一个千仞雪，再加一个胡列娜，再加一个谁呢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武魂殿还有谁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呀，还有比比东。我加好了，斗罗大陆三拼爸爸奶茶完成了，给你，安娜。哇，好香啊！喵喵喵，真好喝。凯莉，你真厉害，我觉得你做的奶茶是童话王国最好喝的。嘿嘿，谢谢。不可能，我做的奶茶才是童话王国最好喝的。卤蛋，你怎么来了？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说你的奶茶好喝，都去买你的奶茶了，我的奶茶店一个人都没有，都怪你。卤蛋，凯莉做的就是比你做的好喝啊！我不服。凯莉，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，看看到底谁的奶茶好喝？比就比。我宣布，童话王国第一届奶茶大赛正式开始，我一定能赢，胜利者一定是我。奶茶的主题是甜蜜蜜，这还不简单，我把所有的糖都放进去。仙女，我做好了，请品尝。喵喵喵，啊啊，好甜。仙女，我做完了，快喝。这是什么？喝起来好清爽，但是心里却像蜜一样甜。是啊，好甜啊，好开心。凯莉，我宣布你就是今天奶茶大赛的冠军。我们也同意。我不服。凯莉，你的奶茶里到底放的是什么呀？是小朋友们给我的赞赞能量啊。小朋友们陪着我的时候是我觉得最甜蜜最快乐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把赞赞能量放进去了。哼，下次我一定会赢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什么味道的奶茶呢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